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邵金，邵峰的邵，过境的金，很高兴今天能站在韩语学的舞台上。今天我想讲题目是我的爱好，我的爱好是学习韩语和武术。韩语是一门很有意思的语言，在我使用随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学习韩语了。那时候的我每天和别人对话，你好，你好吗？我很好。直到现在，我也在坚持学习韩语。在学习韩语的过程中，我知道了韩语传承了中国民族5000年的文明，我看他们身上感觉到一股神奇的力量。学习韩语不但有甜，也会有苦。通过学习韩语，我也明白了苦尽甘来的道理。说起武术，我特别喜欢穿气柱犀利手论，我经常模仿他的动作。现在的我武术很棒的人，在未来我也会试图技术坚持学习韩语和武术，增加对话对中国的了解。谢谢你们对我的意见。